后面就是一直踩，踩到他的气完全放出来为止。阿姨压下了，滚过来一点。张总在那个你也吹了是吧？哇，这太阳晒的那个脚辣辣的疼。我花了一个权利的，牛奶，牛奶，我就要不要兑雪碧？哦，对对。
被雪冰，一个同学同学是被雪冰，就是自己愿意自己没有工资就行，做工就行，不在乎什么意思，吃那好喝。绳子没拿过来的是吧？那我就关了。他妈的，这又是这冰的，有时候最死硬。那个的就对。那不搞。那个酒兑出来就黏黏的怪味道。我都不知道有没有拍到。现在我这边脚都看不到那个反光。这个看什么？既然拍了，我就从头到尾了。卷起来，他们那个同仁啊，看了看了，他们也钻不进去了。你这句话别说是。他不是有那个他那个机子拍？哪个？那手机拍了剪不出来啊。对，他那个拍，他这不是拍这个的。可以拍。这个不是你手机有没有那个功能？应该可以剪的，可以剪。哎呀，这随便拍给人家的，那么复杂干嘛？看一下可以了，也可以那么十几根。哎，反正剪那个也烦死了，要慢慢搞两下图。现在叫我看那些我也不想看，老夫还有精神，天天搞那个嘛。别人是赚钱的，赚钱我现在也看不了。他妈。